来，都请站到这边来。两位女生完全不同的风格，请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张佳怡，来自四川，今年24岁。你知道你今天站上这个舞台，面对镜头，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吗？知道，面对的将是我要大声说出我心中的爱，还有就是我能够明白今天梓潼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然后逼我来这个舞台。其实他想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然后把我架到火上烤，但是我并不害怕，因为我心中有爱。我想通过这个舞台告诉友博我有多么多么的爱他。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呢？因为你知道你所面对的是社会的公序良俗。虽然我们坚称没有结婚之前大家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真爱，但是毕竟有一个先来后到和明暗之分。我觉得这个没有说是谁先谁后的道理，在我的概念当中，爱情人人平等，只要他们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你什么时候喜欢上友博的？从他们俩经常带我一块吃饭的时候。虽然梓潼说我怕你孤单，我带你去跟我们一块吃饭，但是实际上为了什么他自己心里特别清楚。我为了什么？你为了让我看你们秀恩爱。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说呀，你可以不跟我们在一块啊。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因为你觉得你没有必要说出来，然后你就怪我男朋友是吗？因为你觉得是你的好心意，你觉得你很有道理是吗？我觉得我，我想问一下，如果你认为梓潼是在跟你秀恩爱，你为什么要去呢？你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因为看到了友博的温柔体贴，而且在这期间我经常给他发微信发短信，然后他也会主动的给我回复。那是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对，但是我每次约他出来单独见面的时候，他每次都会如约而至。你约他出来单独见面是说你们已经正式开始约会了吗？是的。也就是说你已经正式跟友博在一起，以恋人的身份往来，可以这么说吧。友博承认吗？我不管他承不承认，反正这就是恋人应该做的事情。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闺蜜在你面前秀恩爱之后你产生了竞争的意识？我是出于真心的去爱这个人，所以可能之前会有一些，但是现在完全没有了。因为我觉得我自身条件不比梓潼差。你是长得比她漂亮还是身材比她好？我觉得大家都能看见吧，我所有的东西都不比她差，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公平的竞争。你们是彼此互相竞争吗？我本来就和友博在一起。那你在他面前秀恩爱干嘛？去刺激你的闺蜜干嘛？你知道她现在没有幸福没有爱。我就怕她一个人孤单，因为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说啊，你不要有了男朋友就不要我了之类这样的话。首先啊，你维护自己的爱情这个没有错，但是你首先就是把他们俩推在了风口浪尖上，让他们俩就是背上了一个罪名一样的要来到这个节目。这不是什么罪名的问题啊，这明明就是抢人家的男朋友的问题啊，这就是第三者的问题、啊、你跟你的老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意见？不是，但是我觉得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佳怡应该是占上风的。哎，那我无论从身材还是外貌来说，佳怡应该是占上风的。那是男人的想法，女人的想法是觉得真善美才是美，懂吗？而且我觉得假如佳怡，如果有一天你有了男朋友你有了老公，而你的老公被你的闺蜜另外一个闺蜜抢走的时候，你当时的想法就是今天梓潼的想法。我告诉你，如果梓潼今天没有来到这个舞台，那她在底下肯定会输给佳怡，这个毋庸置疑。为什么她会输给佳怡呢？她哪儿差了？所以大家现在觉得她可怜的时候，应该想一下是不是她以前的一些做法触及到了她闺蜜的心里这个伤心的东西，所以才会发生今天这一幕。第三者永远是第三者，我告诉你，女人永远恨的都是第三者。女人总是用道德来判断问题，男人总是用视觉来判断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女性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同意。你同意吗？我同意。梓潼，你同意吗？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明暗之分。即便你喜欢友博，为什么不公平公开的竞争？对，我公平公正的去竞争，所以我今天站到这个舞台，我只是在追寻我所想要的爱情。我们支持每一个人追求自己的真爱，但不要轻易的以爱之名。你有没有对梓潼用一些不光明正大的手段？凭良心说，没有。好，绝对没有。你打电话给梓潼，让他到酒店找你。当时你和友博在一起有亲密的行为，这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讲一下。当时是因为我喝多了，有时候呢，梓潼会很忙，不会接我电话，所以我会打给友博，让友博再拿给梓潼。但是那天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俩没在一起，所以我先打给了友博，然后让友博过来。友博说我没有跟梓潼在一起，然后再打了梓潼的电话。然后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喝多了，喝得不省人事，我不小心，就是当一个人喝多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意识的。请注意，你为什么要确保他们俩真的在一块？如果他们俩在一起来接我的话，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合适一些。他的这样的解释你能够理解吗？梓潼，你们俩最开始两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能穿一条裤子算吗？他能让我站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不像曾经那么单纯了。你认为他今天叫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将我推到风口浪尖上，然后用大众的力量去舆论我。如果今天没有站上这个舞台，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你和友博在一起了，你对梓潼会有愧疚？愧疚说不上，如果非得说一抱歉的话，那我只能说我跟他爱上同一个人，这是谁都没有办法去左右的。如果他一开始觉得他对友博有好感，我觉得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该控制自己。友博有没有亲口说我喜欢你？虽然他没有说，但是他也会主动跟我互动啊，聊天啊，大家很开心。如果让那个友博选择的话，他会选择你还是选择梓潼？这个说实话我心里不太知道，因为在这个舞台上大家都会比较尴尬，所以我不知道他的选择，但是我会尊重他的选择。但是刚才梓潼说他来之前友博告诉他，友博爱的是他，跟你可能就是个误会。他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没有听见，我不知道。在梓潼看来是自己遇